你试一下我的手机摄像效果怎么样，到时候婚车的时候过去直接用手机摄像了，手机只是偶尔用下可以，数码相机摄像也不行，摄像机很便宜，买个千把块钱。其实要是搞个像这种显示屏把里面看摄照着的话，像这样看一点都不伤眼睛啊，你不用看那个激光头的，这样看真的是不伤眼睛。当时老刘还问他问，他说我就说那个激光大机子了，我说谁说的，他妈的我说你看我玩了一年见我有什么事不，笑死我了。我在老王那里还是没怎么玩，你一消息我就在搞，我还没怎么玩，一个月两三天是也还是尽量用少用眼睛看。这能录多长时间呢？4G，起码可以录个4-5个小时。